好，今天啊给大家带来六场国战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六场国战的话，由圆弧、杨崇六、我沉默、浅木流沙、激情火花和 Dr. Logic 提供的素材啊，真的表示十分的感谢。那么第一局的话，先看一个魏国。那么魏国这边的话，我们选了一个越境跟张合啊，越境和张合。那么其实这里的话，二张合大乔也可以选啊，特别碰到乐不思蜀啊这种乐一将啊，我们这个就是循环往复的强收益啊，循环往复强收益。特别是碰到魏将卖血流郭嘉这种啊，是吧？各种赚啊，各种赚。以前我们国战娱乐里面放过一期有二张大乔1v7的局啊，1v7的局。那么小月亮在这边支持比到三号位啊，然后这样就猛进一波啊。但是这个我们已经看出来 flag 高高立起，随风飘啊飘啊飘啊飘。火攻还有我们队友啊，强行吃盒饭啊，强行被吃盒饭，这个就比较尴尬，比较尴尬。那么火器各处骚人，四号位这边大悲歌啊，这是杀了一刀，可助我军大获，死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。最后还想强吃菜，然而并没有吃到。那这样的话，起手就把局面啊给打出了一个花哨的啊各家残局啊，各家残局。无中生有，借刀掳人，飞鼠啊，飞鼠的话，这里的话可能偏群雄一点啊，果然，那直接礼让跳群雄，这个是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再决斗一下原位，结果是贾大爷啊，贾大爷。那边的话，六号位再杀一下七号位的。哎呦，大群雄啊，大群雄。但是大群雄在这边的话，有两个残血的，有两个残血的。貂蝉这样的话，刚才也没有机会出来，出来的话这恐没法调戏啊。月英是个女人，是吧？贾大爷在这里的话，也没什么机会开大招啊，开大招。哦，鲁鲁鲁，好大师啊！大师在这边肯定是强控场啊，强控场。三军听我号令，三军听我号令。那我们这里肯定要偷啊，控全雄。那么偷了一个被乐的，被乐的顺手转羊拿到桃子，好评啊。九鲁，九鲁了那边的七号位的貂蝉，一个九鲁的话这样还好，带走貂蝉这种硬输出。否则注意啊，这里对于大师跟我们啊最嘲讽的应该来说是貂蝉啊，他的调戏稳调戏这个比较伤，反而相对于甲鱼这种在这里的话还算可以，还算可以。他这里要硬开大招的话，毒菜也得死啊。那么我们这里效果也没什么用，他有装备啊。那么一个打地盟再次换掉，然后我们这里啊桃子救起来啊，控一下大师，不让大师养得太肥。那么控住大师的情况下，你的计谋被识破了。大师这样回合外也没有防御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啊，注意啊，我们控大师是有原因的，教主也一血，毒菜也一血。这里的话，如果让大师养得太肥，他收一个人头，三张牌到手，到时候大师很有可能啊，我们又再次难控。所以我们这里心机的救起了群雄啊，救起了群雄，就是不让他收。那么现在到了小月亮的回合，他继续打群雄，我们这里的话。萧国啊，他没有意义啊，他有装备。你可识得此阵？你可识得此阵？那我们这里直接不偷了，直接不偷了，杀一刀大师，然后南蛮续一个，南蛮续一个。哦哟，横针！平乱，岂能空手？还好啊，南蛮没有偷到。理智主也。大师现在的话，看看他肯定要换一个白银回个血啊。啊，果然，那么南蛮给出去换个桃子也不亏啊，也不亏。南蛮你开吧，你吃菜吧，是吧？哦，吃菜啊，勇于吃菜总是漂亮的，总是漂亮。那么这个吃菜我们给他点赞，但是竟然选择诸葛啊，没有动月英。那这样的话。月英单将没有防御，只有爆发，还行啊。那我们呵呵又拿来桃子杀一刀大师，可惜闪掉，可以闪掉。桃子吃起来，这个没必要留着，留着都被换。都是我的，你的都是我的，我的都是你的。投一波，耗时加都督的这个过盘量相当之大，相当之大。嗯，那么万箭再一开啊，打崩啊，打崩。那么现在整体而言的话，月英不用太担心啊，大师反而是众矢之的啊。
每回合空人之后五张手牌，你能忍？我是不能忍啊，我是不能忍。那么这里直接杀一道大师 ，see you 啦啦。当然，运营这边啊，刚才选择打大师的话不是太好啊，不是太好。打完大师之后，你单将跟我们打，三血跟我们打，有那么好打吗？我们这还挂着雌雄，是不是？哼，知己知彼。然后呢，杀一刀。我们这里直接选择了，注意啊，这里跳过出牌阶段，然后啊，挪一下冰娘。挪一下冰娘，然后这样的话直接摸牌啊，有杀，那就 see you 啦啦啦 see you 啦啦。这一局整体而言啊，大师打得没有问题，然后我们这边心机体现在于大师要收群雄的人头，不给他收啊，不给他收，这都群都没等群雄自己救啊，我们就直接给他给他救起来啊，救起来大师就哭了，妈的，到手的三张牌瞬间就被没了，瞬间就没了，这也是和和思密达啊，和和思密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。第二局的话，这边是玩杀缠组合吧，甲鱼貂蝉。玩杀缠组合应该来说还是非常凶残的。那么这边蜀国都喜欢这么上来就这么跳的这么激情吗？这随着老婆的脚步来一发是吧？老诸葛上来啊，开一个万箭，然后挂上青钢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，无中生有。我们再开一个南蛮啊，再开一个南蛮炸一炸。雕虫小技，哎呀，这个老诸葛、小诸葛啊，全部亮出来。那你们这个蜀国的，你不死谁死？这支笔看一下原位真机啊。那这个我们现在啊，这个提完裤子就走人吧，剩下来就是他们魏国和蜀国的事情啊。这里的话，非魏非蜀啊，非魏非蜀。哼，拿来吧！没想到吧，突袭，杀一刀，桃子吃起来啊！那边还有真机啊！你的计谋被识破了，这又是跳飞鼠啊！但是这个飞鼠的话，可能偏位将，可能偏位将。七号位在那边，看看怎么拿，直接龟缩啊！那这个可能飞位啊。飞鼠逆天难，知天意逆天难啊，知天意逆天难。那么就这样啊，装上装备过，我们这里弃牌，谁都不搞啊，谁都不搞。三号位继续龟缩，小国嘛，这里有无权啊，偏无权，那就不用动了。没想到吧，五号位还杀蜀国，那这可能就非常偏位了，非常偏位。仿佛细若亲人之蔽月，哎呦，锁锁连环，可惜老诸葛那边哦，这扇子一挥，火杀重不重就看命了，就看命了。太极生两仪，哎，还好还好，估计老诸葛的菊花都凉了，菊花都凉了。这里跳飞位了，飞位可能还偏熟，那这样的话四五六位七八一熟啊，可能是熟，可能是熟。那么夏侯渊在这边啊，直接走你啊，直接走你。这个竟然不闪啊，有秦国不闪，不闪，那边蜀国开始打我们啊。我们的话继续杀一下郭将，继续杀一下郭将。请鞭笞我吧。那么吴国跳出来之后的话，我们这样跳啊有点危险是吧，那张辽说不定要偷你的，然后这边黄盖还有可能搞你是吧，这刚才这一波跳不是特别好，这已经啊场上局面是七八亿偏蜀国，偏蜀国，如果你跳再跳蜀国的话可能就有点难啊。那么还好他用了一个黑锦囊，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刚才的一个局势的把握上救了回来，否则黄盖这肯定硬上我们啊，硬上我们。你可识得此阵，掉血，过河拆桥，拆五号位啊，锁锁连环。好，九炉我们啊，还是要强炉我们啊，九救起来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拿来吧。那么你看啊，这个各种稳稳的嘲讽，杀我们，嘿，这是我们队友嘞，哦。弓箭手准备犯贱，好，准备犯贱，火杀杀一刀，那边桃子就起来啊，三连鼠啊，三连鼠。
没有弓箭手了，那么杀一刀大嘴，刚才就是数了这个地方，桃子吃一个，老诸葛的话再杀我们一刀，断杀断杀，这里还有闪电啊，断杀，桃子杀一刀，好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。那么我们这一局啊，其实完全是靠队友啊把我们拉回来的、啊、那么这样我们开一个大招啊，黄盖的话肯定是杀不到我们的啊，然后那边只能杀那边啊，还可以控一下七号位，这个蜀国肯定是要崩的，然后再调戏一个收人头啊，再调戏一个收人头，不管怎样啊，但是蜀国人头拿两张，那么最后啊神来神啊，那么华佗的话这样收到一波人头之后又可以救啊，又可以救，关键时候一个大招加一个离境啊，漂亮。那么还有一个大 boss 国家，按照道理这里只要偷一下华佗拔一下我们啊，就可以把群雄带走，然而天命难违啊，这个闪电劈的非常的溜啊，非常溜。那么华佗回完血之后，整个局面应该来说是大全了，整个局面是大全的，我杀一刀，化作急救救起来呀、啊！救一个，别紧张，有老夫呢啊，有老夫呢。乐不思蜀控我们啊，控我们就控嘛。那这里调戏，注意啊，这里调戏黄盖和那个诸葛的话是稳稳的，是稳稳的。神仙难救啊！神仙难救啊！早睡早起，分能养生。那这样调戏完啊，那还破空城啊，还破空城。刚才为什么不屈嘞？刚才为什么没有不屈啊？会怕你吗？我会怕你吗？那我们这里有桃儿，桃的话还要保一下华佗，最后的话这比较简单了，比较简单。越要不管今夜天下，知天下大事。羡慕吧，羡慕吧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最后知天意，你奈我。其实这里啊，只要华佗，我们坨坨的话手里有沙，我们可以啊硬调戏一波。早睡早起，管今夜天下，知天下大事。那么我们这里啊，继续弃牌啊，继续弃牌。现在的话，后面啊可以玩一波了，决斗杀一个啊，知天意，利用一个五谷破空城，可以投降了，没有什么机会了。南蛮直接带走，死就狼了。这一局啊，整体还好，有个队友在那边垫底啊，垫底护了我们一下，否则的话我们这里啊非常惨啊。所以刚才啊打的也不是特别好啊，不是特别好。那边已经三蜀了，你如果再打魏国的话，那就导致了你看啊，刚才按着的一个将，那瞬间来搞你，而且他那个粘土加减一把你突掉啊，那才往旁边进行啊。旁边推下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。第三局这边的话是吴国啊，是吴国。那么姜石侯呗。那么我们好基友都没有选啊，孙权。其实孙权姜石的组合啊，并不是感觉不是特别牛逼啊，不是特别牛逼。那么姜石侯在这边的话还行啊，基本打猥琐啊，防守反击的啊，打防守反击的。过河拆桥拆二位又顺手转羊顺我们啊，这种尿性啊可能都有一手防御啊。小鸡锁锁连环，商议离异可怜几百，来大家锁锁连环啊，这边我们跟队友啊女儿啊跟女儿捆绑 play 一下啊，这个也是比较重口的。那边的话鼠辈竟敢伤我，但是这个酒伤的话比较伤啊，比较伤。六号位弃牌，七号位的话不动，八号位下侯惇以逸待劳，刷一波顺手再拽羊，然后桃园结义啊，桃园结义就舒服多了，舒服多了。而且我们看香香在这边的话肯定也舒服啊，到时候香香甚至可以找夏侯惇子回血啊，他如果刷不到桃可以硬到这边，是吧。那这里打鼠的话偏无畏咯，偏无畏咯，那你想想看更加偏谁呢，不太清楚啊，不太清楚。看我的厉害哈、啊！看我的厉害，萧姬。那么注意丁凤的奋训啊，跟萧姬有自身的配合的。那边的话决斗，啊，不涅槃，不涅槃，这就直接，那你这就没想完啊，是吧？高调跳出来，高调死掉啊！你也是会玩的，也是会玩的。乐不思蜀，最后的话他回血回出来啊，就不用太担心。五谷丰登再一看，我们拿一个杀就行了啊，只能拿杀。
没得选择，刘浩威在那边以逸待劳，弃牌吃桃，还在龟缩啊，还在龟缩。乐不思蜀，哦，这边的话飞无偏位喽，七号位飞无偏位，那么想取封侯绝少啊，不是不是，取人贞操于千里之外啊，那感动我们女儿，我们待会儿就打爆你啊，打爆你！国拆桥，拆的刀，又是飞舞。哎呦，那现在都在集火无将啊！本来以为他是偏位的，结果跳了个群雄，七号位可能偏位将一点。那我们这里，注意，我们这里心机的，非常心机的，直接打一刀香香啊！直接打一刀香香。那这又是飞舞啊，这又是飞舞，群起而攻之。注意我们刚才的这个小动作啊，是打得香香啊，打得香香。那么这个小动作一摆出来之后，我们打香香可能偏位下啊，那么剩下的来说啊，这边啊继续打群雄，那应该来说七号位更加偏位了，更加偏位。六号位的话不太清楚啊，不太清楚。那么小群雄的话不动，我们这边的话顺手转羊拿一下，那边再按着杀一下，那我们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偏群雄一点、啊、他们判断肥位啊，肥位。那六号位可能偏群雄，那么现在整体而言啊，远交进攻不给他发了啊，过河拆桥，这里打哦，蜀将啊，蜀将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稳稳的让他们去撕逼了，撕逼了。孤山于千里，雷公助哦，漂亮的一个雷击啊，漂亮的一个雷击，雷公助我啊，一劈不得不死。那么教主桃子吃起来啊，那么最后我们继续按着打，继续按着打。注意啊啊，我们这里竟然跳了出来啊，竟然跳了出来。那么杀香香其实可以猥琐一下吗？可以猥琐杀一刀，我觉得可以猥琐杀一刀教主，然后配合打一波，让他去匹配。刚才我们已经是杀过香香的吧，我应该没记错啊，刚才还是看错了，三号位对四号位杀了一下，对四号位杀了一下。那么现在整场的话应该来说这个闪电劈我们意义也不是特别大，不是特别大。杀一刀小胖啊，整体而言我们这僵尸猴摆着，教主跟教主单挑不虚啊，那么这里希望把夏侯惇子给血线压下去啊。屈辱首级哦，他直接跳过判定阶段就不让闪电流出来，那这个就比较尴尬了。过拆桥拆刀，那么我们这里啊配合教主啊，想让教主来打工啊，想让教主来打工，吃个桃过再留一排，那边小胖的话弃牌也不杀我们了，不善于千里取人贞操啊。一号位继续弃，教主锁锁连环啊，谁能挡我，鼠辈竟敢伤我啊，红桃。八牌啊，你搞我我就扒光你啊，扒光你，看你能有多少牌啊，是吧。哦，小胖决斗再决斗再杀，闪脑子马上就要酿僵尸了，嘿嘿，他这回又不跳过了，那直接天众啊，天众，老天都不饶你啊。教主这边看看怎么搞啊，弃牌，然后呢我们这边阴魂拔呀，你搞我们，搞我我就搞你啊，我爸爸是刘备，死不死，死。一张牌到手，桃子吃起来继续啊，还没到僵尸酿的时候，那么你们千里袭人下一回合就扒光你了，千里袭人。教主就不虚了，教主就不太虚了，扒光他。那么决斗钢纳 style 收一张牌，那么暂时还有个桃继续攒不去啊。那么最后教主你想要跟我们打，嘿嘿，慢慢扒光你啊，慢慢扒光你。断杀，哦，断杀一张，起三张，漂亮。杀一刀一号位啊，杀一刀一号位，我在这杀也要浪费。决斗不屈开起来啊，杀一刀闪，绝不会倒下。那这里的话也没什么卵用了，攒不住牌了，攒不住牌了。南门拔光你啊，气四张，你有什么优势？顺手转羊可以拿个远交进攻，漂亮。过河拆桥，桃子吃一个，
冰凉寸断控一个气闪电啊，气闪电。拿人王的话也可以，人王的话毕竟防御摆在那边啊，毕竟防御摆在那边。刚才啊，如果顺手顺人王的话，那我们杀一刀，桃子继续吃起来啊。吕布作为菜刀流，没有过牌的话，每回合也就砍我们一刀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不去，除非运气特别不好，否则的话，应该来说都有机会的，都有机会的。杀一刀，桃子继续吃起来啊，运气也比较好。桃子啊，保命保的溜的不行啊，溜的不行。谁能挡我？继续不屈啊！拔光，不断杀。无中生有，这应该不会单杀吧？五死不瞑目，最后还留一个单挑。那他已经离线了，就不用管他了，这个已经降低操作了。谁敢杀我？我敢杀你呀、啊！我敢杀你。僵尸猴啊，只要在最后的关键时候，他那个不屈牌啊有限，非常有限啊，那你应该来说、啊、胜率比较大了，胜率比较大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局，蜀国。蜀国这边的话，我们选了一个二爷加军师啊，军师小诸葛。那么这里我们看一看啊，七号位的武将。弓箭手，你的计谋被识破。那么这里的话，你可识得此阵？这里大嘴上来就要一波打攻啊，一波打攻，手酿两张，然后哎不射了，远交进攻给我们发牌啊，然后草藻版直接打无懈，都没要我们打无懈。这里啊肯定不要给他了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小诸葛亮出来，主将应该也是明代二爷了。那边二号位继续开南蛮，这里开南蛮的话，应该整体啊偏魏将，偏魏将。哦，那你还开南蛮？这也不怕待会儿曹老板收回去再放一波啊？将死战，非我之功。非魏啊，非魏。那么曹丕杀一下这里的二号位，那边又过差拆曹老板啊，非位啊，非位的话偏全一点咯，或者是盟友啊，当然现在的话再看吧，再看吧，不是特别明朗。月英的话开五五找状态，这个其实他状态找不着就那样吧，借刀掳人，人挡杀神。哦，还跳出了无双啊。那么过河拆桥继续拆曹老板啊，南蛮再一开，这个大家都是非常浪啊，非常浪。那么南蛮一开的话，曹丕的话肯哦，五号位打无懈，还想说曹丕放逐的话，可能会选择控二号位或者我们啊，控先行动的啊，这样控我们的保曹操，控二号位保他们的大位的一个小位的一个联动。哦哟，那魏国这一把崩了，这一把崩了，顺手转羊拿牌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弃牌啊，我们暂时不动，嘲讽值由别人去拉，由别人去拉。桃子继续杀曹老板啊，继续杀曹老板。三号位在那边，如此胜乃可胜乃可全，杀一号二号，乐不思蜀控一下月英。魏国这把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啊，曹丕离点的话，你的计谋被识破，没有 AOE 动起来，没有粘弩动起来之后，应该来说、啊、希望渺茫。哦，撤，董胖你这个失误还起，这直接一波横针的，直接一波横针的，你这打的什么鬼啊？一波横针啊，说不定还有个小爆发，是吧？甚至可以横针一下吕布的那个粘弩，然后两边推呗，两边推蜀国呗。那边冰凉寸断控一下二号位，现在整个场上的话啊，两吴啊不是两蜀，我们啊两权两位，这样是各家撕逼，杀一刀带走徐晃啊，杀一刀带走徐晃。这样的话看二号位继续打谁啊？哎呦，大群雄啊，大群雄，弟兄们，我们的鸡回来了，我们的鸡回来了。那么现在的话肯定要保卫国了，跟魏国已经成从敌势力转变为我们的好基友好盟友，借刀掳人，然后没有无懈啊，万箭齐鲁的话，前尘往事，前尘往事莫再提起，给其他势力刷，但是不给群雄刷，这肯定的。再杀一刀马腾，四号位这个时候也是盟友了吧？哎，漂亮，盟友。替天行道。那么赵云
锁锁连环，搞不死就别杀董卓啊，搞不死就别杀董卓，这样的话你这董卓再一步横阵就浪打呀，又送空城，这打的哦，还有冰娘好拼啊，冰娘就好拼了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可以顺手拽羊拿个加一，人头也不带了，人头也不带了，人头也不带了。哎呦，那边有急救啊，有急救！注意，刚才我们这里啊没有强行啊九杀收董卓啊，因为觉得即使没有急救在这边，他们应该来说也有桃子的，也有桃子的，所以这里的话直接留了一个黑酒做防御啊。那么还有一个红火杀的话也还行。最后我们这里的话拿藤甲，那这样的话，五五放的还好啊。董卓的话下一轮啊，这样的话就没法横征啊，那直接转而攻击华佗了，转向攻击华佗，打了一次直接一个拼点一扫二，一扫二，不要打董胖了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那这样的话杀董胖，大嘴哦，大嘴没逃啊，这红脸长须大将士在这儿呢，是吧？那这样一波收之后啊，大乔的话哎呦，决斗再来一发，乐不思蜀，再乐不思蜀啊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那么蜀国感觉乐音啊，这个已经不用管他了，乐音肯定是要卖的，肯定是要卖的。那么杀一刀曹丕，在三金两刃拍一个，既有望西的卖牌，然后又有他放逐。注意这里的话不用管乐音了，即使你曹丕不放逐他的话，总有别人搞死他。这边大嘴还要一波炉啊，一波炉。当然最好的曹丕翻的话，当然他考虑了两个属将，这边我们继续打给吴懈，曹丕啊让他继续放逐麦啊，继续放逐麦，这也是比较心机的，比较心机的。那么就看大嘴能不能打下这片天下，我们的八卦能不能给力啊，能不能给力。那边放逐的话继续卖大桥啊，继续卖大桥，桃子给我翻过来啊，各种漂亮啊。那么这样弓箭手准备反击，桃子继续救，继续翻。那这样的话大梨子在场上啊，一波两骚的话，我们还是要看八卦的给不给力啊，给不给力。那么曹丕这么被带走之后，哎呦南蛮啊，南蛮还好，注意八卦做闪，红武器当武圣啊，杀出去漂亮啊，漂亮的一击。最后过个拆桥拆加一，然后呢国色没了，没了，知己知彼啊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还有个黑无懈可以保保自己啊。那么现在啊，大嘴啊已经没有手牌包养之后，那两个人我们现在肯定要找机会打大梨子啊，打大梨子，杀一刀琉璃呗。那么大嘴杀不到大乔啊，这但是有个问题啊，就怕把大嘴打击了，最后啊他如果有距离啊，杀大乔坑我们啊，这就有点惨哈、啊。那么雌雄杀一刀，乐不思蜀，我当要替天行道，拼点输啊，拼点输，决斗怎样啊？南蛮他决斗决不过我们的，我们这两张这个杀在这边呢，是吧？再过个拆桥，拆个手牌，跟他单挑之后杀他，他就没法琉璃了，应该来说还算可以啊，还好啊。这里啊，以逸待劳，刷一波弃牌啊。冰娘杀一刀，你琉璃啊，看你往哪流啊，看你往哪流。那么所以这里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刚才啊曹丕啊提醒大乔说你拆兵器啊，啊拆那个武器啊，没拆啊，啊拆锦衣啊，结果拆了我们嘉衣啊，拆了嘉衣。最后的话这八卦神仙宁啊，拼点还输了，最后大乔应该没戏了。九鲁啊，九鲁，看看插标卖手，三血将摆在这边，还自带八卦，决斗在乐不思蜀控一个，还天过啊，天过杀一道 C 位拉拉，这一局啊，整体来说还可以，前期的话骚骚魏国，但是注意啊，我们也不急着收人头什么的，重点在防御，特别三个全雄师出来之后，这边啊明的没有闪，我们也不急着收，收了你也收不到，是吧？人家有逃，这边。当然刚才吉凶也没有出来啊，全雄一出来，最后这边被带走之后肯定是要被带走，带走之后再利用曹丕的放逐，你就控吧，看你怎么控，是吧？人文这边的话打得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
好，然后来继续看啊，这边的话这一局是大乔孙策啊，伯父哎是吧，这个乔乔是吧，这娘一拜高堂啊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送入灵堂啊。当然我们这一局啊，主视角就没有这么荣幸的要进灵堂了，只是要进洞房。呵呵，那边的话三号位起手看南门啊，这个我们估摸着不是队友了。拆五号位过河拆桥，雷公助我，哎呀幸亏没劈中啊，劈中了你四号位就要哭了。那么四号位也敢这么打的话，有防御啊，有防御，四血将防御，这谁呢？魏将，魏将，刚烈，鼠辈竟敢伤我，竟敢伤我！那我们光挂上加一就过了，看戏啊，看戏就行了。那边的话，无中生有，再无中生有。嗯，刚才的话有毒条，是礼让吧，还是啥？哭喊吧，哀求吧。那么这一局啊，大家注意啊，整体节奏还是比较快的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哎呦，坨坨，坨坨，啊，小胖，刚才那个毒条没注意看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这样一个大乱舞之后，张合跳出来，远交进攻，杀一刀教主啊，敲个牌，但是还有扇子可以急救啊，扇子可以急救，决斗带走。黄天也死了，黄天也死了。哎呦，你我还真是投缘呢。顺手打了无戏啊，打了无戏。这个您飞全了啊，这个五五开的有点浪啊，有点浪。三号在那边指指笔看一下我们是不是队友哦，又跳魏将啊，又跳飞魏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一刀下去，张合卒啊。这是什么鬼？虚如首级，有如探囊取物，杀一刀。刚才这有闪呀、啊，这大家怎么都这么不乐意出呢？所以我们手里啊，现在有了铁锁啊，这铁锁的牌还是不错的。啊，刚才是蒋费的毒条啊，蒋费的毒条，蒋费深吸的毒条。桃园开一个、啊，然后的话，大师，哎呦，那他刚才看过我们的身份之后，他这样跳出来打，那就肯定召唤我们啊，召唤我们，我们这里肯定要出来啊。过河拆桥，锁锁连环，九鲁带走啊，九鲁直接带走，带走全熊。这里应该来说亮出来啊，否则你这两张牌收不到啊。桃子吃掉啊，还行啊，还行。那么那边蜀国还继续给我们打工啊，继续打工，这个就不对啊，这个就是你的不对。你锁一下邹氏没有问题，但是你再杀甲鱼的话，这就坑了，要你三金死，掉光光啊，还是属性杀，还是属性杀，漂亮的一杀呀，漂亮的一杀。那么最后应该来说，这一局稳稳的落在我们小吴的手里啊，一波龟缩啊，取得了制胜的权利啊，制胜的权利，两刀带走贾大爷啊，最后小胖还救起来，救起来，你这救不了几回合啊！决斗小胖，大汉羸弱，唯有守城啊！注意是羸弱啊！这个每回合台词听得蛋疼啊！不住我冤家呀！乐不思蜀，然后弃牌啊，弃牌。这样的话，最后他，你这个局势都把握不了，我们都去锁那两个魏权了，而且不是魏权，只剩下蜀。那么大师那个嘲讽的人在那边都亮出来，你觉得我们这个还会去打魏权这么打吗？那么即使要打权没有问题，但是也不可能带上魏国，是不是？所以您这个蜀国啊，小胖的判断能力有限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局，这边的话是继续是吴国老汉推车，看看这局老汉推车是怎样的。老汉推呀车，小车摆起来啊，那边的话开五谷，那么我们只能拿一个装备了，毕竟老汉推车嘛。好，那么现在老汉推车拿到碰到大嘴了，这估摸着不好推了，不好推了。南蛮的话，这该出杀该出神啊，都得出。哦，他竟然出决斗跟人家拼杀，这个是什么鬼啊？什么鬼？还拼杀？
你这也是太溜了，有万剑不开，偏要拼命杀，这个大嘴的这个姿势不对啊，这个大嘴的姿势不对，全都去死吧，那么多牌留着出闪多好呀，多好呀，是不是？那结果啊，人头也没收到，还打了一波残局，那你这个就是该送人头就送人头了。那边顺水转羊顺鼠，早睡早起，群雄别紧张，有老夫呢。那么现在整体群雄而言的话，也不是太好打的，这个不给自己回血什么鬼啊，中中啊。那么这样的话不可能，那边在骂了，说你决斗个卵是不是？确实啊，不该决斗的。这种牌你竟然拿去决斗，那你就不要手量啊，就不要手量。那边火攻的话，玩杀带走狗货，带走狗货的话，瞬间啊，场上的局面非常的明朗啊，桃子吃起来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直接龟缩一轮啊，不乱动了，不乱动。哈哈，被闪电雷中啊，天都不要你啊，天都不要你。一号位的话打群雄可能偏鼠一点，百步穿杨那边的话，那么我们该跳出来打一打鼠，或者控一控暗将，万箭齐鲁，该闪那就闪啊。哦，横针老夫进京平乱，哎呀，结果不拿我们这个 也是啊，没必要拿我们的装备。努力活下去吧，大乱舞在这乱世之中努力活下去吧，一个玩杀主人足啊，贾大爷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，再开一个桃园，哎，我们不亏啊，我们不亏。哼，夫君没有夫君啊，一号位的话在那边龟缩啊，继续龟缩，知己知彼，月英看一个火攻我们啊。那一号位的话这是什么鬼呢？刚才是偏属将，都是我的，你的还是我的啊！老夫进京平乱，岂能空手而归？但是我们现在，我靠，是我们的队友啊，是我们队友掉血。这里一个呢，注意啊，这里他掉血没有问题的，一个给我们睡，二个呢，三箭两刃拍出去啊，送月印啊，送月印。那么这样的话。一血残了啊，贾大爷的大招已经放出去了，所以对我们而言还好打，请助我一臂之力拼点。那应该来说这一局赢了，赢了、一波骚。哎呦，还是红杀，还是红杀。那这样的话带走蜀国，控住甲鱼啊，你横针的话优势也不大。老夫进京平乱，岂能空手而归？冰凉就冰凉，我们也无所谓啊，远交近攻都有是吧？这你杀徐盛，那就直接送我们睡觉呗。远交近攻，在所不辞啊！最后这里的话还是满血回复了啊，打一波稳的，打一波稳的。最后董胖这里没有什么优势了，又是一波吴国龟缩，最后的话一波强输出带走啊，打工让你们打工。好吧，今天的国战就到这里，最后谢谢大家。